品牌吉士汀奶酪棒，这一包500克，总共是25支。奶酪棒就是牛奶的浓缩品，咱家这个奶酪棒的钙含量大于普通牛奶的4倍，吃一支奶酪棒顶喝4袋牛奶，一天2支奶酪棒，好吃又补钙啊！嗯，太纯了。给孩子选零食一定要看配料表啊，一分钱一分货。给孩子往嘴里进的东西一定要选高品质的。孩子喜欢，家长放心才是好零食。咱家这个是混合水果味的啊，我刚才吃那好像原味，这也是原味，还有草莓味的。不仅小朋友需要补钙，家长也需要补钙。哎呦，然后不吃了，这么好的零食给我儿子留点。咱家这吉士汀的奶酪棒，你上任何平台就这一包25支都得要60多块钱，现在在送样的视频里啊，2包88给你包到家的啊，总共是50支的奶酪棒，混合口味的。